我们的女神们来，你们的真有条件是什么？我们来找最害羞的，好了，来七七来回答一下你的真有条件。你应该还年纪蛮小，对不对？20岁好小哦！你打英雄联盟已经有多久的时间了？大概4年左右。哇，蛮久，很资深。今天在下午2点的时候，可以我们来做粉丝对抗赛，对不对？那你们今天有准备签名 T 恤要送给大家吗？有哦。好，七七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你才20岁。有没有交过男朋友？有啊。有，那你自己的真有条件是什么？我觉得幽默的人很容易交到好朋友。幽默的朋友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们不是长相的，我们是看个性，对不对？很好，好女孩。好，那你呢？我觉得就是要够宅吧，可以一起打英雄联盟就很好。够宅，太棒了！我们现场宅男们。机会了你吗？那我们收集所有粉丝对于他们好奇的一些问题，相信大家呢在知道他们的一些秘密之后，一定都觉得他们非常的可爱，而且更加的亲切了。好，真的是青春无敌啊。